欧阳娜娜及郎咏超于一身的新一代女神，不仅有才华，颜值也非常高，被誉为新四小花。欧阳娜娜经常出演活动，每一次都让人惊艳，而她的私服则偏休闲风。这次她身穿棒球服外套，搭配棕色格纹西裤，轻松穿出1.3米大长腿。欧阳娜娜驾驭能力真的太厉害了，将一身普通休闲搭配，穿出妥妥的高级感。棒球服以绿色为主色调，在领口和袖子上加入了橙黑白三色拼色，更加具有活力，很符合娜娜平时的个性。内搭一件黄色条纹的 T 恤，宽松又休闲，对身形的包容度特别高，并且红黄撞色，颜色很有活力，将衣摆扎进裤装中，看起来更加清爽利落，打造完美的身材比例。下身的西装裤垂感很好，看起来很有质感，还突出腿长1.3米，搭配一双高帮帆布鞋更是很有时尚感，披散的长卷发随性自然，一身休闲风十足搭配，很适合学生党进行模仿穿搭。更多时尚资讯，欢迎订阅时尚风向标。